泉州制造者机械设备有限公司，位于中国生活与护理食品产业基地中国泉州晋江五里工业园区，是一家专注于生活与护理食品行业的新兴高科技机械制造公司，目前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，在职员工150人。制造者是专业制造婴儿纸尿裤、成人纸尿裤、妇女卫生巾机械的一次性卫生用品的机械设备。公司拥有国际领先的全自动化生产配套装备，精密数控技术在硬件上达到领先水平，同时邀请国际一线专家直接参与研发，在理念上与国际接轨。公司拥有专业技术团队，同时配备精密生产加工装备，在专业的细节上追视精益求精，为用户提供更高品质设备，为品质而精心设计、精心制造。科技创新的同时，在创新上又进行了精益求精，确保了每件产品都是精工细作的最佳品质。每个人都是智者，我们每一个员工都是制造者，与国际领先设计理念创工业 4.0， 与国际先进电气系统共用平台，稳定、智能、高效、节能、传动、电气设计，与国际顶级传动系统合作开发，制造者创造无限可能。这就是我们能够向客户提供标杆生产线的原因。遵旨、智能、创新，让中国制造者引领全球风向。我们用更先进的理念实现更高要求的智能标准，我们用更专业的技术顺应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，我们的机器在每一个设计细节上都能体现出智能制造的品质。制造者，智者创造世界，制造者创造无限可能，智者无需华丽言语，用实力和行动见证一切。制造者及国际部分知名厂家之所长，结合各大优点，创新开发更符合行业标准且性价比高的机械设备，为卫生用品行业贡献一份智慧和力量。制造者组建至今，承蒙国内各大厂家支持合作，以最新的技术、最快的速度、最先进的理念展现在行业之中，这些仅仅是制造者的开始，制造者将永远为人类舒适健康生活做出一份贡献。